大家进来吧。胡北翔，准备好了吗？别紧张，不要再勉强你自己，你不是这样的女生。我也没有兴趣对一个全身发抖的女孩子做这种事情。小优，我只会这样子对待女生，我也只会这样子过日子，你不可能习惯的。你应该好好珍惜你自己。你看你，你连站都站不稳。我就是想珍惜这种感觉，所以我才会来的。如果这是你过日子的方式，那我愿意配合你啊。伤脑筋耶。其实我本来只是想吓吓你，因为你老是爱逞强。你这样子一点也不像。你是吓唬我，请你认真一点好吗？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哎，这是我的第一次。小优啊，你不用勉强自己来配合我。你跟其他女生不一样哎，其他那些女生对我来说，连名字都不具任何意义的。西门。我本来就想，就算只是做一个连名字你都不会记得的女生，我还是希望能在你整个人生中留下一点什么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时间不多了。我之所以鼓起勇气做出那么多大胆的事，那是因为自从我爸上次为了身材的原因在工作上受到很大的打击，虽然已经事过境迁，但他还是非常的灰心，所以他决定我们全家移民到加拿大，连机票都订好了。所以今天晚上会是我在台湾的最后一晚。你要出国了，所以你就当做这是我一个心愿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。Thank you.
我要自然一点，不然他一定会想太多。再说，我只是很单纯的想谢谢他这份心意而已。门怎么没关呢？道明寺，道明寺，道明寺。根本睡不着嘛。真没想到你真的会住下山菜隔壁的房子，那种烂地方你住得下去，我真佩服你对爱情付出。你的平民老百姓的生活真的有这么累吗？我也想睡啊，可是那边的天花板那么矮又这么暗，我的房子又有霉味耶，怎么睡得着啊？他怎么说出来了？不是说好要保密的吗？这个大笨蛋！要不是亲人的大嘴巴，我们现在都不知道。不过你这样做太不用大脑了吧？要你去过山菜生活是不可能的。如果你在那边睡得好的话，我看太阳就打西边出来吧。你很啰嗦哎，我有问你意见吗？根本不懂。原来才不过一天，就有这么多的抱怨，根本就是个大少爷。哦，不行了不行了，我要回家睡觉。你今天又不上课啊？虽然我早就知道结果会是这样，但是我真的觉得很高兴。虽然他根本不能适应。喂，小蔡啊，小优啊，小优，有什么事吗？